新综艺执行的达人二十九日上午在首尔举行制作发布会，提阿拉、恩静、孝明、李尚明、金钟明等人出席活动。这个节目是教导新手司机克服恐惧、完成挑战的节目。被问到好一阵子没有出演综艺节目的感想，굉장히오랜만에또예능으로인사드리게돼서좀설레이고좀떨리기도하고요그리고또리얼리티예능이다보니까오히려더편안하게또생각을하고있어요저희가또항상리얼리티를할때많은분들이좋아해주셨던것같아서가식없이솔직한모습으로좀보여드리려고하고있고요而参加节目录制经过努力取得驾照的孝敏则表示新手上路想要尝试的是부산에가고싶어요좀되게저희는스케줄로는많이갔었는데매니저오빠가항상힘들어하고좀지루해하기도하고그래서그거를저는지금은되게즐겁게할수있을것같아서뭐누구든함께뭐멤버들이든부산가보고싶고또해보고싶은게있는데저희가숙소생활을이제안하고각자집에서살고있는데그스케줄이있을때샵픽업멤버픽업을한바퀴돌아서샵에바래다줘서저도함께샵에내리는 네, 네그거를꼭한번해보고싶습니다